雄凤山的警方在巡逻的时候，发现前方的女子骑机车的时候摇摇晃晃上前盘查，闻到她身上有浓浓的酒味。有酒测过吗？八点多，现在十一点多，两个小时多了。你喝两瓶？没有了。你喝什么？厚的？没有了，啤酒而已的。啤酒。这名女子说，她跟朋友一起喝酒，喝了两瓶啤酒而已，以为喝完酒喝分解茶就能将酒精分解，所以她就不断的在灌分解茶，想说酒应该退了就骑车回家，没想到呢，竟然碰到警方，酒测值仍是超标，当场遭到逮捕。警方讯问之后，依公共危险罪将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